当老师上课跑题时，成本不一，躬耕于南阳。南阳，我跟我对象就是在南阳认识的。哎，跑题了，跑题了。当时追我的人可以说是排在十里地呀、啊，我都不爱搭理他。直到有一天晚上，我俩在花衣山当中破解11年前的禁忌之案中，才算是我俩的第一次相识。哎，咋想的？你说咋能相中他呢？呀，你看扯远了，同学们，我们继续上课啊，继续往下读。素洁努顿，攘除奸凶。凶手我们当时怀疑是4个人啊，分别是首府的凌艳如、陈王宣望君、算学先生文思佑和史学先生玉泽。后来我对象经过逐一推销，最终锁定了凶手。应该快引导下载了。你们要想体验一下古风贵族的感觉，现在就可以点击左下角即可下载。这怎么又下课了？这过得也太快了，也没讲啥呀。老师，我这节课一点也不困，听得可认真了。哎，一篇课文就讲了半个月，下课吧。